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记，今天是9月3号了。我到楼顶来整理我的多肉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把这个小球美菇这一盆大盆的进行了整理，然后它一些老桩啊还留下来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又重新给它种下去了。它就是这样的桩子，你看呀，所以说多肉它到夏天都是休眠了，没有根系的，它这样的桩子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一盆够了，我就不种了，其他这两盆桩子还可以，我把枯的那些都扒拉掉了啊。秋天的时候先给它长一长，这一盆也是，大家看一下这一盆啊，桩子还是非常茂密的多的，我刚才把一些枯的一些杆挑出来啊，小球玫瑰还可以，所以说我还是没有买。我现在就是一直在研究，到底是用营养土种还是用颗粒土种好。我刚才扒拉进去的，我这两盆，刚才那两盆没有，把它挖出来的，是用颗粒土种，它的杆还可以。但用营养土种的，刚才说了，它就是剩下这样子了，杆也还可以，但是干掉的更多。因为这种东西啊，它真的是要干透浇透。刚才我发现它还是湿的，因为都是那个营养土。我这当时我买回来的时候，营养土没有挖掉，那一些用颗粒土有挖。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扒开，哇，都是枯枝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有的是还是整装的，杆就是这样子。有的小叶啊，它那些小枝都干掉了，剩下的就是老枝。我可能还可以再种一盆，不知道今天挖出来能不能活。组织下面好像也是没有根系的，根系都没了。现在剩下这两个比较大的，等一下再种一盆。好像其他的基本都是干掉了，因为太热了。我发现太热了，然后下面没根系，有的就是干死了，有的就是你水多了也会干掉，各种原因都有，更主要的就是热，太热了。湖州啊，像今天呢，最高还是36度，很多我看过都是干死的，底下是没有根系的，很好的这些装置，有的这些装置都是干死的，我感觉这个没有了。每一个都干死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全部的根系都干死了，就扒拉一些，还有叶子的啊，杆它还是健康的。那有的就是底下的杆都干了，你要把它扒拉掉，要不它就慢慢干上去。哎呀，这个都干，等一下，再这一小坨再种一盆，我再去拿盆。太热了。舍不得扔掉啊，这些杆去买都要钱的。能够留下来啊，我们还是要把它种起来。它就是头头这里干了。
干了，然后慢慢慢慢上下面也干了。我拉过去，很容易断掉的，都是干了啊！你看一片，哎呀，你这手带云呐，都在湖了。我在湖州，哎呀，这什么天气也不懂。什么天气也不懂。先把这些啊整装的啊先种进去。整装的还可以啊。这时候都没得看啊，哎呀，太热了，都没长，主要就是没有他们适合的温度让他们生长。在湖州啊，非常的冷，那一直说了，哇，确实种多肉，今年感觉到啊，在湖州确实种多肉很难，怪不得我就觉得湖州呢很少人种多肉。如果要这样搞几年，很多人都不爱种了。哎呀，就种在这样棚，一些断枝就舍不得扔，也是插进去啊。能长得好。到时候还可以再移棚，要多繁殖这样的一些多肉，自己去繁殖，不要买回来还是这样，繁殖不活那就不要养了。秋天的时候长得非常的茂密呀，这时候没得看。我准备把这些小枝种在那个黄金万年草那里，看一下能不能长好。这一盆就这样子了哈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把小球玫瑰呀进行整理一下，把那些枯枝都挖出来了啊。现在又给它种了四盆，只能等秋天，希望它们能够长得好啊。楼顶的多肉现在状况不是很多，多肉都已经挂掉了啊，特别乌木冬雨系的。湖州啊，今年秋老虎一直不走，一直不走，你看就这样赶，一直赶，太热了，太热了啊，没有任何原因
太热了，你天气没有，下面没有根系，然后只能被晒死了。嗯，只能被晒死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就到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